冲出三千安，吉特阳基第一人。在鼓噪。两好三坏满球数，阳基队长吉特打击。这个是投一个变化球，结果是左外方向，相当的深，相当的远 ，Number 3000。哦吼，吉特轰出去的不只是一支全垒打，更是他17年阳基生涯的第3000支安打。阳基昨天在主场迎战强敌光芒，吉特先是在第一局击出第2999支安打，又在三局下轰出左外的阳春炮，成为阳基史上第一位，大联盟史上第28位击出3000安的球员，全场爆满的阳基球迷几乎都要疯狂起来了。比赛暂时中断，让吉特接受群众的欢呼。吉特的现任名模女友凯莉也向他的阿纳塔挥手。多金帅哥吉特在阳基犹如王子一般，集3000宠爱于一身。他不但粉丝众多，多情的他也处处留情。场外的情史跟他的安打一样精彩，光是曝光女友就已经可以组成一支前女友棒球队了。前阵子他力不从心，被动新闻等媒体亏，王子变成凡人喽。他在阳基的地位似乎也很危险，随时就会被新人取代。受到刺激的他表示，就算把妹照样会给他强棒出击。昨天他就以火热的大棒狠狠地回应那些包括动新闻在内的媒体。现在吉特在阳基的地位更有如王子登基成国王喽。动新闻吉特你真行报道。